哈珀今天在党团大会上的讲话与较早前相比内容更加乐观，他相信只要党团上下坚持该党的方针政策，就能够共同创造保守党和本国的美好未来。据悉，在国会重开后，保守党将重点介绍一系列司法措施。保守党计划在国会重开的100个会议日之内通过一项综合的犯罪议案，并进行一轮预算削减。保守党已经要求联邦各政府部门提交一份削支5%到10%的提案，并准备将这些提案包括在2012财年的预算案当中。此外，财政部长费拉提还表示，尽管加元和美元汇率几乎持平，但美国的物价却比本国便宜，因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已经同意研究加美两国的零售价格差异，为零售商定价提供指引。